所以粉丝会在当天拿到一个柚子。对，他会在当天拿到一个柚子。大家好，我是婉婷。今天我们在这个中秋节活动，要自己画一颗柚子，然后自己的吃方向，自己选一颗喜欢。有规定画的大小吗？尽量大一点，不要太小。这颗可以吃。这颗柚子会在粉丝见面会抽出来送给粉丝。就算送给粉丝，又可以吃。到底啊，你知道我干哎。不要怕啊，在场有两个眼镜仔，对，开始画了是不是？开始画了，现在先画一个圈，不然嘞，要换成连人啊，不能连人啊，对，先来看一下凯文，我们的文哥的，凯文哥，画这个对你来讲，你觉得难度怎么样？非常简单，小 case 嘛，对，小 case，堪比活塞的那个等级，毕竟本来就是小画家。我们的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柠檬眉毛。再看一下娃娃的，有点难画。哎呦，你的蛮好看的、哦。我是叫你画那个自画像，不是公司的 logo。你现在画。他画公司的 logo。是吧？哎、欸，很像吗？嘴嘴嘞。我在想嘴巴怎么画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脸啊？怎么会脸？看下乐曲。撒娇啦！二零哦，耿鬼嘛，对不对？耿鬼，二零古堡，不错不错啊。这个开头，做的眼睛我哎呦，其实 Kid 的有点深度哦。我要画一个无辜的眼神好了。松鼠在吃那个嘛。哦，凯文，这个是你爸爸是不是？是我啦，你爸爸。是画自己哦，不是画那个哦。今天不是父亲节，不要画爸爸。还是有点样子，很像你。你的右手那个是一毛，是不是？你把一毛。什么一毛？这那个是什么？你的名字哦，是不是？嗯。爸爸的部分，我们表示一下。我觉得一点都不像爸爸。我觉得有青涩的脸。啊，不管了，青涩的脸。对。那两根是什么？那两根？对吗？名人是不是？哦，这个是羞涩的脸。哦，对，是羞涩。没错。并不是爸爸的部分，这个笔有点不太给力啊。让你发挥不出来你的本事，没有，你实力就到那边而已。凯文、龙龙跟娃娃，看我一下，算得好看。哎，你们三个人评价一下，你们觉得你们三个人谁画比较好？我啊，这毋庸置疑啊，这毋庸置疑，怎么看都是我吧。刚你是这脸嘞，我的头像。哎、欸，这很像吗？不好吧？可是有点喜欢哎、欸。凯文的爸爸有没有，凯文应该凯文。凯文这次已经凯文出局了。好垃圾呀！凯文，我刚刚不是跟你讲题目是什么了？你确定是在画你？不是我们是要说画自画像哎、欸，不是画爸爸。没有，我爸没戴眼镜，只有我啊。那你们三个，你们评分一下啊！你们三个人谁画比较好？我哦，我觉得我如果画的完整一点的话，好了，可能东西，而实际上长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没办法，那是喷汁，不知道在干嘛。面对现实，给谁？我有你很大力吗？我对你很凶。好了，给叶群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吧。好了，叶群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等一下。跟他拍照，然后先往前，最丑的先，好，然后我先往前，那还是只要笑，红者哭一下，那表现一个舒服的脸，你高丑脸啊，射了人是吧？